运势呢有三颗星呢，特别恭喜生肖属虎、属马还有属狗的朋友，感情的丰收呢，让你良缘上门哦。这礼拜呢，感觉人际关系呢很畅旺，然后呢，人脉呢通钱脉，以及呢，人家看到你呢都是人见人爱的一个象征哦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哦，平常多广结善缘，不要强出头，就会有好人缘。